Sports Toto 荣誉呈现，言下温情。慈母手中线，这里讲的是一位残障的单亲妈妈。7年前，她开始躺在床上干活，一针一线把孩子们养大。7年后，孩子们长大了，可是她还是躺在床上，双手依然在忙碌着，同样是为了5斗米。她的心酸无人知。今天我们来到了吉隆坡甲洞乌鲁，我们要探访的是这位51岁的放大镜妈妈张金英女士。一早来到雪兰的士拉央在野巴沙，寻找这位被称为放大镜妈妈张金英。虽然巴沙人多，但要找张女士还不难，因为坐在轮椅开档口的她特别显眼。来自甲洞乌鲁的张女士，凌晨5点摸黑，骑着残障人士使用的摩托车从家里出发，到士拉央在野巴沙摆档口卖手工首饰。一个人上货、下车、开档口，她会这么早出门，是赶在其他小贩还没摆档之前先抵达巴沙，这样才方便她使劲去摆档口。他都站不起来，他只是坐在那边慢慢开慢慢开，辛苦了，一个人开档是很辛苦的嘛，我们一个人都开不到嘛。小贩们怜悯他一个残障人士还自力更生，所以能帮则帮。有时他有什么东西做不到的，他叫我们，我们可以帮的就帮他一下咯。残缺了啊，还出来啊，找做生意咯，很佩服他啦，很坚强这个女人。I know her quite long sometimes because she got some weakness.So I help her, like my mom, adult mom. If you want to buy anything for makan or drinks, also can move around. 张女士你好，周阿姨你好，早安。早安。我们之前的资料收集哦，就说张女士你是会每个礼拜都去不同的这个巴沙巴地，对吗？开始是这样，开始我有每天巴沙巴地有，但是现在不能了。张女士的脊椎骨和背部长期阵痛，她不能一直挺身坐住，每次开档2-3个小时就得回家。我问她怎么没有来，她跟我讲她脚抽筋啊。我讲你这样痛这么你还要来开档，她就没有讲什么了咯。你不辛苦啊，现在她腰酸痛的，急死做的，不做没得吃啊。我9点出就开始收了，因为我痛哦，坐不久啊，就很痛，快快收了。曾经几次因为过度疼痛而昏眩过去，忽然电视神身暖暖，我看到他要倒下去，我们去扶他起来，就推他去那个医疗所这样了。从开档到收档，张女士可是用了身上所有力气，把自己的身体从床上移到轮椅，然后骑摩托车前往巴沙开档，还要忍受坐姿所带来的疼痛，几个小时才收档口，确实不好受。好，终于来到了张女士的家。那现在呢，张女士是骑着摩托车回家的途中。这集的言下温情呢，我们不只有装修师傅，我们也多了一位特别来宾，他就是我们的名人义工 Brenda 谢文慧。哎 ，Brenda， 你好。哎 ，Brenda 你好。那待会呢，我们就要看看呢张女士的家里面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帮忙的一些地方了。那希望你也能够施以援手啦。没问题。好，哎，张女士回来了。
从巴沙摆荡回来后，张女士拖着痛楚的身躯赶紧趴在床上舒缓痛楚。这个床啊不够高，如果多两寸那更好。就你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一直拖。哎呦呦，是啊，啊躺了哈。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摆一次档口简直是要他的命。通常他需要躺在床上休息五天才能恢复元气。因为很痛，要压住他比较舒服一点哦。这个很重的，所以要压住他很痛啊。51岁的张女士命运坎坷，她不是天生残障，而是1年前无法接受丈夫有外遇，当时怀有身孕的她带着儿子离开丈夫，基于能力不足，只好把两个女儿留在夫家。为了养大孩子，张女士当起了油漆工人，但命运弄人。7年前，她在柔佛一间洋房油漆时，不小心从2楼摔下来。上面的窗口啊，有人跌过死过人的，所以他没有开过那个房间，我都感觉到不好，也没办法，现在早晨硬硬去做了。他的屋顶啊，哇哇那种的，没有花纹的，又很斜，那个窗口又旧了扶不稳哦，一直想要扶紧紧，扶紧紧，好像感觉到有意外。就不然真的有意外掉下来。我妈妈受伤的时候是我读着缝完的时候，结果一去到医院看到她躺在那边，好像完全变了所有东西。张女士半身不遂的消息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在筹到10000多令吉的医药费后，在医院躺了10多天的张女士终于可以动手术，植入铁片支撑张女士坐起来。我回来问一下，问说爱生爱死，那我大哥又叫他明年学业上床啊，去那里住200元一个月，不方便咯，我买什么都不懂的，学做什么冲凉啊，我买人家帮他冲凉，现在都不用。能走能跳40多年，突然残障对张女士来说世界变了样。我妈妈每天啊，煮两餐饭给我吃。我很感谢的，他半死多时也很照顾我的。